学，请看四圣地品临次十诫最后一段正因十诫苦集圣地第六句看起，何名共和合，这个名号是在极地里面，极地是世间苦因，于是乎这个名号的意义就非常显然，佛在经教里头常讲的共业。共业所感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现象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原因很多，很复杂了。正是如来在大经上所讲的无量因缘，成就这个世界呢，这个世间是指六道。如果把范围扩大一点呢，这十法界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为一时所现。时，阿赖耶识，缘尽和合之体。缘尽的种子统统有，每一个众生都不例外。在十法界里面，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，每一个众生，我们说有情众生，通通居住十法界的种子。既然通通都居住，这就是共和合的理论与事实的根源。那么有种子当然要有缘，没有缘不能够结果，就是果报不能够现前。缘有染尽，有善恶，那我们到底遇到什么样的缘，自己不能控制啊。以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来看，染缘多，净缘少，非常非常的稀有；恶缘多，善缘少。这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灾难频繁了，
生活在这个世间的人非常辛苦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通通都苦啊。那么这就是共业所感。我们今天与人和，与人和，细心去思维观察，和和不是在道义，和和的什么？通通是厉害呀！与我有利，我们就和；与我有害，就不和了。这是现在社会风气。为什么在倒退？我们不要说太远，半个世纪之前是什么样子？一个世纪之前是什么样子？就是50年跟50年做个比较。一个时期，那个时候我们是童年，能够记事，童年的事情还能够记得，我能够记得3岁时候的事情，这样人就不多了，大概一般人呢，对于童年呢6、7岁的事情回忆啊，还能够想得起来，3、4岁比较困难。那个时候的社会淳朴啊，做生意买卖讲信用啊，人民生活很清苦，日常生活必需品，到商店里面去购买，记账，我们那个时候常常看到大人用的是个小折子，买什么东西，买了多少，记在这个账上。多少钱？不要付钱的。到什么时候有钱，你去到店里去给他结账。那么一般最常见的呢，腊月，12月底。一般这个店里面呢都会派店员去收账，到哪一家哪一家收账，照着存折来算，有信用啊。现在虽然有信用卡的时候，
他还需要保证呢，从前不需要啊，啊，无需要担保的。人与人有理，有信，有义气，啊，这样良好的风俗，啊，就是一个世纪之前还存在。啊，当时我们常常听老人讲啊，摇头叹息啊，世风日下了。我们对这句话不懂。不晓得什么叫世风日下啊，那么在他们那一生当中，可能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比老年时候风俗还要淳厚啊。那么50年之后，比现在呀还是好的很多很多啊。50年前，我住在台湾啊，20、30岁的时候啊，台湾人非常淳朴人情味很浓厚啊。台湾治安在当时东南亚第一了，犯罪率非常非常少啊。那个时候交通不方还是不方便，长途这个交通工具火车啊，还是老的烧煤的那个火车头啊。我们也常常旅行啊，从台北到屏东啊，这一带呢，我们都有很多朋友同乡啊，有假期啊，大家都能够聚一聚啊。台北到高雄坐火车要8个小时啊，那是快车，普通慢车要12个小时。所以现在台湾很多同学啊，听说我们住在澳洲啊，哦哟，这么远的距离，我说不远呐。啊，民国40年的时候，从台北到高雄，那个时间跟现在到澳洲的时间相等呐。啊，而且现在的交通工具比那个时候舒服啊。啊，那个火车是摇摇晃晃，晃8个钟点，头都晃昏了。现在飞机。非常这个平稳呐 啊，那么这是说，这就看当时的工业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呀，跟50年前简直不能想象啊。那么现在的年轻人20、30岁，他哪里知道了？他完全不知道啊。我们今天讲世风日下，他也听不懂啊。什么原因？工业所感啊。那个时候虽然造作业不善了，里头还有善业啊。在这100年当中，这一个世纪当中，我们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啊，这个善恶业的成分比例也，善业逐渐下降，恶业逐渐向上提升，我们讲这个百分比啊。现前的社会提升到什么程度呢？
沃业几乎到80%-90%，善业只有10%，啊，顶多20%，大概20%都不到了。啊，看这个趋势呢，还在下降。啊，这个善业还在下降，沃业还在上升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如果这个比例，啊，大家共同造的业是恶业，能达到90%，善业只有10%，我想世界末日啊，就现前了。啊，共业里头有善有恶，有染有净，啊，在古时候确实。啊，敬业还不少，敬业是哪些人呢？大概都是修道的人。啊，世间法儒家真正有修养的人，心地清净，心里头常存仁义道德，敬善呐，啊，这种人多。中国古大德常说，这个地方居民心存仁义道德啊，100个人当中有10个人啊，100个人当中有1个人，这1个人就能感化其他99个人。不能完全感化过来，至少能感化一半以上啊！人有良知啊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他有良心呐、啊。遇到善人说良心发现了、啊，他有惭愧心呐、啊。所以从前社会风气那么样淳厚。没有别的，确确实实100个人当中有一个善人啊，那个善人就是模范，就是典型，就能感化其他人啊。那么这是教育成就啊，圣贤教育，道德教育，伦理教育，造成社会长治久安，风俗淳厚啊。那么现在科技文明一发达，征服自然啊，神圣的教诲没有人相信了啊，相信吗？相信自己，贪嗔痴慢；相信自己，自私自利。所以，今天社会上大众的共业是负面的，不是正面。啊，是染是污，不是净善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尤其生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看这个名词触目惊心的 啊。可是共业里面呢有别业，底下一句何名分别，这个分别就是讲的别业。别业是不与大众共同的。
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认知，在这个地方真正下功夫啊！所谓是自求多福啊！啊，你受不受这个环境影响呢？那是肯定受的啊，大环境的影响。啊，这个是没法子避免的，但是毕业要是殊胜了，对于大环境的影响可以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特别是住在乱世啊第一，还是要回归到伦理道德，回归到圣贤教诲。那社会大众对于圣贤教诲失去了信心，我们要坚定信心。啊，他为什么失去信心呢？他不了解，他有误会，啊，失去信心。如果他明了，他觉悟，他的信心就建立了。啊，人与人之间。国与国之间，族群与族群之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，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要互相沟通啊，要互相往来啊，化解误会，化解冲突啊。啊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成大学里面主要研究的课题了啊，这个事情是好不是不好啊，冲突怎么化解法啊，冲突是工业造成的，化解的方法呢要用别业，工业不能化解别业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自己本身下手，这才是解决的真正的道理啊！怎么知道从自己本身下手是正确的，是真正能够达到效果的诸位要读过大学啊，儒家的四书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，你念大学第一章你就会明白了，你就找到解决现前冲突矛盾的方法了啊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这叫三纲啊！啊，那我们现在所想的追求的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是的，确确实实是希望这三个目标能够达到。
啊，可是你要怎么做法呢？下面给你讲的纲目啊，八目啊，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平天下了。那么现在呢？国家发生问题了，世界是发生问题了，这个平天下是世界啊，整个世界不安定，充满了危机，国家社会不安定，我们怎样帮助他恢复秩序啊，消除冲突，恢复安定和平？你从这八个目数，你就找到了。欲治其国者，在齐家了，齐家在修身，修身在诚意，诚意在致知，致知在格物。可见得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哪里呢？根本在格物。格物什么意思？物是欲望，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啊，格是格处，是格斗啊，从自己内心把自私自利的念头除掉，智慧才开了啊！智知智慧才开了。那智慧为什么不开呢？这个欲望障碍着你。它跟佛家讲的道理一样啊！啊，欲望是什么呢？烦恼障。你要破烦恼障啊，你的智慧才能现前啊！啊，智慧现前之后啊，你的意才诚，你的心才正，你的身就修了。啊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是不是这解决这个问题真正道理啊？这个次第程序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可不能弄错啊！你要搞错了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！越解决越麻烦，越繁杂啊！所以今天许多人在研究怎么解决问题，他没有读过大学。古人所讲的道理、经验、方法有效，那个不是古董，不是没有用的啊！用在现前，可以能够治太平，可以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啊！安定和平，我常讲是事出事发的大根大本啊，所以今天要讲这个消除冲突、促进和平，
从哪里做起啊？要从格物致知、诚意真心啊！你不从这里做起的时候，你确确实实你没有再好的方法了。这一桩事情，政治不能解决，武力不能解决，经济也不能解决啊！这经济有援助的，有制裁的，还是不能解决啊！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，解决之道啊，在教育啊！啊，那么在毕业，我们要加强圣贤的教诲。从自己本身真正下功夫，修养有成就，自自然然就能影响你的周边，影响社会啊，乃至于影响世界啊，你的成就得到社会肯定，它就影响社会，影响世界呀！啊，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，真的叫至死人人呐、啊，都希望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。啊，你能够修养圣贤教育拿出成绩出来，别人相信了啊！我们的语言有限啊，学院在此地，首先自己要和睦相处啊，要平等对待，我们常常讲的要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真诚信赖、关怀照顾、互助合作，从本身做起啊，推动我们用温馨挽回，用多元论坛啊，用这个方法在推动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才开始。要想把这个效果扩大，能做得到，那就是什么？我们大家共同要有这个认识，所以说建立共识啊，把我们的效果扩大啊，扩大的方式就是每一次晚会论坛我们全程录像啊，录像之后剪辑啊，把它剪辑30分钟这样一个短片啊，精彩短片的时候剪辑成30分钟，在我们的网络传播，在我们卫星频道里面传播，那这个教学效果就大了啊！所以这一桩事情啊，你们同学要发现，要精心设计。
啊，每个星期要有一个主题啊，谈话的主题，是交流的主题，讨论的主题，不要太乱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呢，可以预先拟定。你比如下个星期我们主题是什么，今天就发给大家。到下个期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再下一个星期的主题拟定好，又发给大家。啊，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准备。啊，想想对这个题目，啊，他会有没有发言？啊，如果能有书面，那就更好。啊，书面提一个大纲，啊，到时候他来讲话，我们来听听他的。啊，能够说利用这个网际网络、卫星电视传播，这个效果就扩大到全世界呀，很好的做法了。啊，需要热心的人士。这种人士，那就是一真诚心。依教奉行，身先教诲。啊，我们提倡的多元文化，不全是佛教。东方文化，特别是中国文化，在全世界确确实实它有很重的分量，因为它的历史最悠久，它的文献最完整，啊，我们可以用，啊，中国儒释道的文化占三分之一的比例，另外三分之二要取全世界各个宗教的经典，我们平等的尊重。啊，那么这个别业逐渐逐渐扩大变成共业，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。希望大家能以真诚心度自己，以真诚心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和平。啊，化解冲突从哪里做起？我说的很多，还要说，为什么呢？你们没听懂，你们没做到。要从内心里面给一切人事物对立这个念头，要把它消除。希望我这一生真正能做到跟一切人没有对立，跟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没有对立，这个是事出世间学业道业成就的基础啊！你要想成就，先把障碍消除啊，对立是障碍啊，对立是愚痴啊，这个念头是愚痴啊，是无明啊，行为是恶业，
持无业，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？啊，总有一点成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决定不能提升自己境界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小居面有小居面的做法。啊，从小慢慢做到大，这是一条路啊，光明的大道啊。再看下面第八句啊，或名门，清凉大师有注解，这门什么意思呢？请看注解，门者，啊，即名门者，入苦趣故啊。哦，这个门的意思的，大师说出来了。从这个门呢、啊、入苦趣啊，这个苦趣是什么呢？卧道之门呐、啊。谚语，这中国谚语啊讲得很好，说天堂有路啊，你不去；地狱无门呐、啊，你偏偏要进来。这个门是什么？地狱门。鬼出门呐、啊！为什么要走这个门？啊，那这个门是什么呢？哦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详细。啊，这个门是贪欲之门，嗔恚之门。愚痴之门，贪欲鬼门呐、啊，嗔恚地狱门呐、啊，愚痴畜生门。齐居士给我们讲了个故事，啊，那么这故事真的，就是前几年发生的事情，在天目山山下村庄里面，啊，五个人去投胎，啊，赶紧去赶路去投胎，啊，投什么胎呢？做小猪去了。你看看，哎，赶快赶赶路，哦，到那边去，愚痴啊，愚痴变畜生。这个事情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绝不是妄语。你看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讲得多么生动啊！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，你就要晓得啊，那畜生门、鬼门、地狱门更可怕。佛给我们讲十法界，第一个业因，那都是门啊。这是世间法因行里面的
门，那是六道之门，六道通通苦啊，三恶道尤其是苦啊。我们不说三善道，偏偏说三恶道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人所造的业，我们要很冷静客观观察他想些什么，他念的是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做的是什么。你仔细衡量一下，他入哪个门？如果他的存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他所想的、他所说的、他所做的，都是经论圣贤真实教诲。那我们知道，他走的这个门，殊胜，成圣成贤，成佛成菩萨，他走的是这个门呐。如果他的思想言行是与这个相违背的，那就是此地所讲的误区之门啊，六道不善啊，三界痛苦啊，啊，即使是无色界，虽然暂时离开了苦苦坏苦行苦，他要受啊。寿命到了，定功失掉了，那个苦苦坏苦啊又现前。所以在无色界的时候，只是苦苦跟坏苦啊暂停一个时间，一个时段，这个时段比较长啊，暂停啊，它不是消灭呀 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今天佛法的理论太深太广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幸运的，我们今天遇到大乘教里头无比殊胜的法门，待业往生。待业往生的人，纵然自己恶障习气很重，不怕，只要你肯进念佛堂，真正做到度舍六根，净念相继啊，你能把这两句话落实，真做到了。都舍六根，就是不再向外攀缘了，也不向色攀缘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严禁一切色法，不分别不执着。
啊，没有分别之处；耳听一切声音，没有分别之处；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接触，通通没有分别之处。心里头啊，只有一句佛号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这个念佛堂，像这样念佛，啊，如理如法修行的人，3年到5年，肯定有往生的啊！啊，这个念佛堂建立在此地，不必多，有一两个人在这边往生，这个念佛堂就无比殊胜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有两个人就做佛去了。念佛堂原来是选佛场啊，啊，在这个地方挑选呐，啊，选人去做佛啊，转凡成圣呐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那么许多同学都知道，中国大陆、浙江。东天目山这个道场说是啊，平常念佛差不多都有300-400人，年年都有几个往生的啊。齐居士告诉我，差不多都是预知时至啊，站着往生的，坐着往生的啊，从他的道场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0几个人了。啊，一个往生就是一个永脱轮回，不但脱轮回，永脱十法界，他就做佛去了。齐居士的功德不得了，这是个大护法，护持这些人，让这些人在此地用功成就，这些人的成就就是护法的成就啊。我们斋堂靠近佛像右上方明山老和尚写了几个字挂上来，大慈菩萨劝人念佛的偈子，你们看看，你能够劝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念佛真正往生了，功德超过自己。要能有10几个人往生的，那个福报就无边了。你们就看看那个祭祀，这个道场如果能有100人往生，这个道场护法真正是菩萨。啊，那护持的人将来能不能往生呢？肯定会往生的。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护持的人虽然平常没有时间到念佛堂念佛，他要是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些人肯定在阿弥陀佛那里说，我们能到极乐世界都是他帮我的忙，现在拉到阿弥陀佛也去接引他了。人同此心啊，心同此理啊。除非他不想往生，他要是想往生的话，平常念佛功夫不够没问题啊，他帮助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。
相当然耳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